分钟之后就要来到精彩的我们的电音 party 时间哦，所以呢，也邀请到我们现场当中的每一位好朋友，我们好好的来做个期待。如果领导的人爱不来到现场当中，麻烦你一下，赶快来做个通知，因为呢，我们越夜越美丽哦，在我们的后半段的这个时间呢，节目也会呢越来越精彩，所以现场当中的好朋友，好好的来做个把握。